没有。我想说，如果不好牌子的话呢，你们都可以救，因为我非常写的中文，英文，他是藏文。然后你如果需要正面堂，你就举给他看，这样子就好。嗯，我们大概做同一个，比如说正面堂，就做三个嘛。嗯，然后你就。原来是。上要不然没有，就是我们每次都有做这个、啊。对呀、啊，然后忘记这个，我们做成牌子好了。嗯，比较那个方便点。嗯、你就在没有翻译，就是叫他来一个鸡排。要念也要念，因为讲文都不标不标准，有时候他们听不懂。什么啦？没有。反正年纪大了都没什么叫，今天那个铁姑叫最大声。搬过来这边。铁姑很大声。慢慢。卡嘞卡嘞，卡嘞卡嘞，卡嘞卡嘞，就是慢慢来。卡嘞卡嘞。啊，铁姑。都是年轻的叫最大声，老年纪大了，年纪大不敢。我经常很拉肚子。那时候，然后拉肚子了，对，超太我，喉咙。有时候我就要注意啊，第一是开刀，开刀，然后心脏病，还有糖尿病，高血压，低血压的，或者要很小心，从要告诉这个叫，你看他起来会晕晕，对，要叫他慢慢起来，对，高血压，还有热气，那个，你那么也低。不是马上去，现在他被修理了。还有什么？24号你们早上的还是？24号去？还没有确定，可能下午或者如果早点走，就是24号下午。那我也跟你们一起去。就那你不是24号是我们全部的，因为没事了。23号法王你开，我们计划做24号早的话就是24号下午。我们就离开色拉，就往 Holy 甘丹泽峰那里走，因为他们26号要去嘎亚，他们坐飞机从贝格罗飞到嘎亚，我们2号去那个，已经定好？啊，他们定了，好，那你就跟我们去甘丹泽峰吗？因为我还要回来色拉，好，可以吗？可以，到时候我也跟着你们一起订，跟我们什么？一起订火车票。我们不坐火车，我们坐巴士。哦，巴士，那一定要坐巴士。那也跟你们一起坐。对，啊，我就问你说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好，谢谢。因为坐巴，我们一定要坐巴士，因为很多行李，我们那时候他们所有的泰国跟台湾的人都是要离开色拉，那行李如果坐火车的话，一下上一下又下，很方便。我们可以两个人，我们五个人之内我们可以帮忙。那你20个人就没办法，太多的呢，因为我们怕有的人也怕。都请来了，人都带很大行李。你没办法，那时间上差不多，因为你坐火车，可能脑火力晚，然后就是来呀。那我们还是要到火车站啊，然后到了火力的时候，你下车你还是要住一个巴士啊。对对对。对，所以不方便，我们就想一个大的巴士，只接行李也可以放，然后人也在上面，然后就这样直接开到那个，直接就沿路慢慢走到。好，考虑到刚刚的东西，可以吗？谢谢，他跟着你们一起。嗯，对。你在组织什么？差不多。我是领导。这就可惜了。现在你如果要学，就是明天来，然后现在就在治疗。那你如果可以的话，你自己也可以体验一下，师傅从哪里？中国。这边呢？他从中国来，那天在机场碰到。哦，这是中国，那中国穿的，他们穿的。他们穿的，对对对。没有，你们还没有去过中国吗？我去过啊。浙江西湖，
深圳南边那边的，福建那边的，厦门的。大藏是没来过。四川，四川来没有？没有，大藏没有。那我以为他来过了。没有没有，他们没有。感觉有点面熟，我以为他来。他说你，他觉得你。火山路也有几个，湖北，湖北也有，湖北也有，还有那个，好像成都那边也有，还有四川。他有很多学生啦，因为他这几年就全世界各地这样子在教。对。好。谢。啊，再翻一下。真的开始吃个大吃走了。啊，你们听那么多？这个那个谁在弄？直接等他来。他好厉害的，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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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用力，比较有力啊！这边还有用，你看呢，用力。啊，这下嘛，这边有力，对对。那天我在马来西亚。这边有点硬啊。你先这个，但是我出镜。对呀，有啊，你输了。是我这个才好。这个才好。我什么说什么他们不听，他们说什么我听不出。用力。有力吧，对对。用力。啊 ，OK， 好，坐起来，坐起来。可以了。坐起来。好，抱起来，这样吧。等下我摆不起，停。哈哈哈。交叉。手放后面，手放后面，交叉。OK， 吸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对，就是这样。以后你练你这比较好翻译了，太久了。放松了，放松，放松，放松，对的，对的，放松。嗯，顺放松。真的，年轻人叫的最大声。放松，连老的骨头也响。他们从曼谷转机，他们骨头先都拆完了，现在调你的气，从曼谷，从曼谷他们汇合，啊，气轮打通，台北、曼谷，然后他们四个加起来，然后曼谷到这里，曼谷到这里很快，三个半。我那单轮的速度，为什么不？我们叫谁来呢？啊？没有，他都是跟我讲过了。现在几岁？你之前有没有开过刀？没有。没有开过刀，有高血压吗？心脏病。糖尿病，要问那个老师交代要问。你问他心脏病啊，什么糖尿病开刀啊，什么程度？没有，没有。我等一下，那个应该我会写一个，对对，然后就交代那个登记的人。我们要注意一下。那你有什么不舒服吗？没有。眼睛嘛，哈。眼睛。眼睛是怎么了？我眼睛怎么了？照全就可以了。怎么样不好？就近视跟散光。哦，近视跟散光。近视多啊？近视多啊？有什么？眼发炎。OK 啊。有点眼药水吗？有可能，但是这次我有可能我进了。哦。
他的炎症是怎么样的，就是到医院看了以后他怎么有发炎，所以已经脱了他。嗯，那会怎么样，会有影响的出来吗？啊，这样的话，他们稍微会流眼泪。流眼泪，哦，那怕光。那怕光。你说你有近视跟什么散光？近视几度啊？就是最近有三百多。三百多没有严重啊。没有，三百多。谢谢。多吃红萝卜。谢谢。那么在这上面呢？红萝卜。这个。不戴眼镜的话，他就慢慢就不像有点发光。这样吗？嗯，那不是你们在山上的时候，像太阳光很大嘛？有时候山上有下雪嘛，要戴一点那个有颜色的，嗯，不可以反光，那个会伤眼睛。啊，有没有必要说？现在去画画的时候。以前都在屋里面，我那也不去了。有没有比较深的？最后就马上就哭了。低温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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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OK， 温度。温度。等一下，等一下。OK， 那这个意思。啊。OK， 低温度。低温度。你那里是啥？低幅度。低幅度。你还好吗？我可以。啊，感觉有差了，差别很大嘛，很大哈，差别很大。有点长棍脚了。全身就放松。你几岁啊？我38。38。对。谢谢，等一下会看。好，可以。之前没有什么不舒服吗？之前就是我有那个。你坐，我刚给你倒杯水。啊，我自己。没关系，没关系。对，这样子。可以请他每天就不要走那么远了，就晚上7点到8点的时候，这段时间他可以过来。45岁。452岁。
52。52。对呀、啊，他比了一个四，要比了一个五，又比了二十四。是52。嗯，有没有开过刀？妈妈下去接孕。积水。没有。哦，那有没有心脏病？应该在月子，应该在。糖尿病应该。不知道有没有糖尿病？今天在月子，今天在月子。爱动了。今天在月子。No， 没有糖尿病。是你的。他洗手的手机。他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是那个糖尿病。今天在月子。这个在哪里？哦，懂了。有没有高血压？超细。I don't know. OK. 他不知道，他不知道。52岁。他也没有中风过，没有。中风之前有没有中风？就是我们那时候来养女儿的，他都没有。他就有事没有？不知道。之前他头受过伤嘛，因为他上次。反过来。你估计。没有那个了。他是之前也有这个。没有受过，我记得，可是师傅上次说他头部有受过伤，不是吗？我们的我的马车也是的，唐伯也有。唐伯的有点慢的，现在抢救了。你公司好。没有，他是之前就是这样。我们有很晚睡觉了。晚夜的是。那有没有高血压？应该没有。我不知道。他是没有传过去。他躺，要往那边传，往那边躺。头放这边。不要放那边。为什么头放？不是，因为他们一般都里面不可以穿underwear。OK 啊。哦。手是放下。คุณล็อตใครไหมจ๊อกตั้งสอง他应该画的不错吧？对。他是我们大壮是专门画画的，画那个。他是这边。哪一个？现在的这一个。是。大陆那个。对。大陆是那个。哎，你见那个谁年轻，妈妈年轻的那个，画画那个我们的那个朋友吗？看天花板。编辑员，哪一位？慢慢走是什么？卡雷卡雷卡雷培，慢慢走，咖喱。
哦，他现在走路很快，你要小心哦，那么快。哪来上啊？哪来哪来呗。这个阿嬷已经辛苦了。还好了，还好了。不是，还可以。我们过后 ，OK， 拜拜，大家。吃很多的吧，这些吃的。对。不错，全部香，全部气好。人常常发东发西，哈哈哈哈哈。我们好，Be careful。好的，他呢？给他的，他来打了杯，我东西在这里，他。他起来，啊，两，还有边呢，对，这个点这边，点这边。不过他，如果是像我，OK 吗？啊，对，师傅，因为他那个酒是自己喝的嘛，然后大部分你看，我们做这个。以后我再过去那边教。以后有空他请他过去。好，有打算就去大陆呢。OK， 然后时间还没有排好。对呀，可以请张老师安排，因为那边有固定的村民很多。那帮我找那个可以。二张，好。然后如果有那个现场粗一点的那个画那个写海报的那种。一定是分叉子了，这个是不行的。四川那边当地的 ，relax， 听得多一点，他说唱的不好。是啊。哦呦。relax 是什么？露露起来的。Yes， 放松了。Sit. Yes. Okay. Namaste.
这个叫什么啊？他的名字啊？不是哦，做这样的叫什么？这样子做我也不知道。可能就是这个。你问他们，他知道吗？那这个是我，我怪他，因为他早上的，或者是我梦过他，那没那么大，不是那么大，没那么大。对啊，嗯，这样子就安全，我们不玩的呢。嗯。哦，那难，我都不是很黑，大不大？嗯，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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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们的寺院长看那么多人，我就问他，他只要通知事情，他们有一个声音的，譬如说他有一些那个喇叭长路什么的，或者是吹什么，或者是敲锣的话，就是即刻。不要有一个全部的信号的。他有信号，对他这个应该有他的意思。我们敲锣的和这个派出所是一样的。那这个要集合了吗？要集合。在大殿吗？应该。แต่เขาเก่งมากจะมีเบาหวานนิดๆแล้วมั้งช่วยเยอะเต็มขนาดทำงานเก่งเยอะเต็มแต่ถ้าทำเสร็จต่อเนื่องจะเส้นจังแต่เส้นจังทำงานเก่งเป็นตัวเป็นเจ้าอันทัศน์จะได้ทำก่อนเราไม่ยอมแล้วแต่ถ้าเราไม่ได้ทำก็ไหลตัวจิ๋วใช่我一月二十号走一月二十号你要换手机，它就不见了。你要用那个他的，你用输入他的电话号码，输入他的电话号码不见，不见了。换手机那个不见，现在不见出来了。明白吗？你的微信电话号码是多少？电话号码159。这个用大陆的电话。先给你打电话。
算了。So you took the pressure medicine? Yes. Okay, pressure. Okay. Before I ask him how about the pressure, he said no. 我都是不是七柱日本记者的在青海我们是同一个师傅哦同一个师傅呢我学唐嘎的在青海日本记者七柱日本记我找到师傅不然的话我们找不到师傅是当保学的吗不是当保学的另外一个跟谁来他接受他
其实就是跟结合那个歌星，那麦克巴的歌歌星，他们家关系很好嘛，所以呢，他就给我找师傅。不是在那个青海的那个。就是大伯那个地方。